为整个佛法想，为一切众生想，我们这个心量就大了。这个世尊特别在华严里面为我们显示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对象是谁呀？我们在隔一个星期就开始讲这部经了。这个经不是对菩萨讲的，虽然参与华严法会的都是41位法身大士，换一句话说，不是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啊，十法界里面包括佛菩萨，不是的。设法界里面的佛，如果以天台家来讲法呢，是藏教的佛，通教的佛没有出设法界，原教别教啊，那超越了，也不是为菩萨讲的，也不是为声闻缘觉讲的，为谁呢？为凡夫，为众生啊。我们是凡夫，我们是众生呐，我们有份呐。可是这里头有个条件，他是讲为大心凡夫。条件在此地，意思就是说，心量小的凡夫不行，要心量大的凡夫。那个心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最好跟佛一样大。佛的心量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如果我们有这么大的心量，这个华严一接触啊，圆满的得到了。那真的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了。我们今天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以宣讲华严，这是无比的殊胜呐！这个因缘非常非常的稀有。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教我们凡夫大型凡夫现前过诸佛菩萨的生活。过一个究竟圆满的生活，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三种真实啊，真实之际，住真实慧，慧于真实之理。这三种真实现前就兑现了，不是叫要等什么时候啊，不需要啊，现在就兑现，现前就得到，这才是真实的利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请法师讲经啊，就太重要太重要。今天社会因为大家不认识佛法，不了解佛法，以为许许多多这种金灿佛寺形式上就能够消灾免难了，这是很大的误会。那么佛家这些金灿仪式有没有效果呢？
有效果，不是没有效果，啊，可是你要懂得它的意思才能收到效果，不懂它的意思只是形式收不到效果，啊，依照这个形式去做不行啊，啊，你比如说禅宗，啊，宗门，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啊，他们用的手法高明啊。学人来参究，啊，向老和尚请教，老和尚一句话都不说，撑出一个指头。这个人来一看的时候，他就开悟了，他就正果了。这个法子很好，很高明啊。别人来问我们撑个指头行不行？他开不开了悟？不但不开悟，更迷惑颠倒啊。所以这个学不得的样子不行啊，他得看什么人啊。所以从前他们那个仪规有效，现在我们照这个仪规去做没效，不懂得他的意思。所以我们经中在这个佛寺仪规里面，我们只提倡早晚两堂功课，啊，佛起跟三时悉念佛事。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曾经做过详细的讲解，啊，你真正明白之后了，再照这个仪规去做，那就有意义了，啊，你不能不懂啊，不外行不行啊，啊，做三时悉念一定先把三时悉念详细讲过一遍，啊，拜梁皇忏最好先把梁皇忏详细讲过一遍，凡是参加的都要很认真地来听，啊，然后在这个仪式里面随文入观了，啊，那个就能收到好处了，啊，你对这个仪规一无所知，这个不行啊，这个是一样画葫芦啊，画得再像也不行啊，没有内容啊，没有内涵啊，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请法师讲经啊，这个才是真正消业障，真正免除一切灾难的唯一方法，啊，实在请不到法师讲经，还有一个方法，念佛，啊，真正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数多少都没关系，啊，找一个假期，大家都有时间，啊，找一个清净的场所，能够念上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啊，或者念上七天十天，那个功德真正是无量无边，比什么样的这个忏仪都有效果，啊，不要以为这句佛号很好念，好像啊，没有什么功德，那你就看错了，啊，你完全误会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第七愿呢是千佛住世，啊，这一条也非常重要。佛现在不在世间了，所以我们只有塑造佛像来供养，象征着佛法常住在世间。那么代佛说法的这些法师大德，我们要应当啊，把它留在这个地方，
长时期给我们讲经说法，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为什么呢？诸位试想想，有几个人呢，听一部经他就开悟了，他就证果了呢？没有啊。那没有要怎么办呢？天天听啊，这个是说实在讲啊，我们今天的人福报比不上古时候。古时候在中国这个寺院丛林每天讲经没有中断的，寺院里头有讲堂啊。你像清凉大师当年在世讲华严，这历史上有记载啊，可以说空前绝后了。后来的人我看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机会，他老人家一生讲50遍呐、亲近清凉大师的人如果有耐心在他会下听50遍，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那一遍讲多久呢？至少是1年呢。听50遍，那你就是听了50年了。50年天天熏习，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我们今天听经困难在哪里呢？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啊。就是每一天在这里讲经，每一天熏习也不过2个小时啊，24个小时，2个小时啊听经，还有22个小时打妄想，你说怎么办？这哪能成就呢？所以中国古时候丛林法师讲经，每一天是8小时啊。一部华严经啊，每一天讲8个小时，1年讲圆满。那我们是一天讲2个小时，4年呢、标准的时间呢、4年讲圆满了、一天8个小时才1年讲圆满。清凉了不起，清凉活了100多岁呀、这人称华严菩萨了、实在是不可思议、所以你看看每一天8小时讲经，另外在念佛堂念8个小时佛，他还有什么时间打妄想呢？只好睡觉了，没有时间打妄想了。大中道场上住上3年，比我们今天修行30年都有效啊！我们今天说老实话，修行30年不如人家在那个道场住1年啊！这个就叫什么长期熏习啊，这个熏习的力量太大了啊。在民国初年，中国道场大概只剩1家了啊，这个苏州灵岩山寺印光大师的念佛道场啊。他这个道场的特色没有讲经啊，没有法会，没有金蝉佛寺，常年佛起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1天6支香啊，1支香1个半小时啊，6支香9个小时啊，每一天念9个小时的佛啊，日夜不间断的，晚上是轮班啊，常年办这个精进佛期，他的精进佛期
七个起连在一起，十个起连在一起，啊，加上九支香念佛，所以凡是在印祖念佛堂念过佛的，在那边住过几年的这些人，无论在家出家，最后往生都有很好的瑞相。所以他那个念佛堂住过几年呢，那真的叫没有白白住啊。印祖往生之后，妙真得生呢，这些老法师继承印祖的规矩，还能维持一段时期。到抗战以后，道场也就衰微了。现在我们再想建立这个道场，机缘都不成熟了，唯有这样的道场才能够成熟众生，真正能成就众生啊。所以建道场功德无量无边，要建一个真正修学的道场。这个道场真正有人在这里成佛啊，往生就是成佛啊，往生不退也成佛啊，那这个道场的功德就大了啊。曾经有几个人在这里成佛去了啊，那么善知识对我们修学就特别重要了，我们怎样把善知识留住在这边？真正学佛修行人，给诸位说，没有人情的，不谈人情的。你这边接待很好，这个礼遇很好，不见得能把它留住的。用什么方法能留住他呢？依教奉行。我们真想学，真想修，大家也能发真心。纵然找不到善友啊，佛菩萨也会化身到这儿来。为什么呢？佛家常讲嘛，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那一个人是什么人呢？真正想学，真正想修，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做佛。这就是华严讲的大心凡夫嘛。大心凡夫，诸佛如来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一定照顾嘛。问题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发真心呢？这样才能够感动善知识常住在这个地区，让我们有机缘长时间的熏修。我们才能够得真实的利益。现代科技发达，实在说，现在说真正懂得护法的人太少了。真正懂得护法，那是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有大智慧，有大福报。
啊，现在要有真有大智慧、大福报，不要见道场啊，见道场不起作用的。啊，应当见什么呢？见卫星电视台。啊，能够建一个卫星电视台，24小时不停止的讲经，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收到。他不必到道场来，在家里打开电视机。啊，他要真正想学佛，一天听8个钟点经没问题啊。啊，他在电视机面前可以听呢，把佛法直接送到人家里头啊。啊，那么平常培养一些法师，啊，等于说组织成一个弘法团一样，啊，有10几20个足够了，啊，这些法师天天在录音室里头讲经，啊，做录像带嘛，这个录像带拿到卫星电视里面去广播嘛，这个是高科技的大道场。要在这里建呢，不要建那个庙啊，花那么多钱建个庙，把那些钱都埋在土里头去，很可惜呀，不起作用啊。今天要把这些钱用在有用的地方，啊，一个就是这个。做这个啊，培养法师啊，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录音啊，摄影棚里面的设备比我们这里要好的太多了，人家是专业的。我们这是勉强达到他们所要求的水平，但是总比不上他们的专业。平常我们供养这些法师，让这些法师在物质生活上没有任何忧虑，能够把心安定下来，研究大乘佛法了。一步一步的讲，把它录下来呀，将来就是一部活的大藏经。你说这个多有意思！哪个地方众生喜欢听什么经，我们就播放什么样的经论。除了讲经说法之外，我们也帮助人念佛啊，24小时佛号不间断的，最庄严的佛像显示在电视画面上，你看到阿弥陀佛，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跟着去念了，在家里面也能够打福气啊！也能够做到啊！一天8个小时听经，一天8个小时念佛。你看看，那我们的福报跟古人就没有两样了，没有差别了。古人要费那么大的劲去建道场，要建许多道场才能普度众生。我们今天用一个卫星电视就行了，这个电视台是专业的，不是买人家的频道，那受人家时间限制很麻烦。所以诸位如果真正有这个财力，有这种智慧，应当自己做一个专业的完全是佛教的卫星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
今天是佛出生的日子啊，希望佛出生的日子，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力量，这个想法，这个构想啊，也传递给每一位同学，大家呢都有这个念头，每一个人常常念呢，这个事情就念成功了，心想事成嘛。我们一个人想，这个力量很薄弱了，我们有这么多人天天都在想，我想不到一年两年呢，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啊。为什么呢？大家都在想啊，大家都在想啊，那佛就得帮忙了啊。这个李居士常常说，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啊。我们一想，如果建立这么一个大道场需要多少财力啊，想到财力呀，我们就不敢再想了，还是继续想，阿弥陀佛会送钱来，需要多少啊，他就会送多少，一定呢会有成就的啊。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请佛住世非常非常重要。现在这个世界由于交通的便捷啊，我们生活面的扩大啊，每一个地区都需要佛法啊，哪里有这么多法师过出去讲经说法啊，这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啊。所以利用高科技，少数的人也能够将佛法了普及到全世界啊。那如果再有这个机缘啊，能够再有一些翻译的，把这个华语能够翻成这个世界上几种重要的语言啊，能够翻译出来，对全球弘法了，让大家都能够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啊，真实的功德，这个意义价值就更深了啊，更广啊。所以现在利用这个科技来做，比过去反而更方便啊。我们今天缺乏的就是缺乏了护法，没有人发心来护持，有人发心来护持，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翻译的工程相当艰难啊，要把这桩事情做好，还是要守过去已经的老规矩啊，决定不是一两个人独立可以翻译部经的，不可能。这中国过去已经都是集体来做这桩事情啊，凡是参加这个译经的啊，这是一个法会啊，请法师主讲这部经，译经的人通通参加听讲啊，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才起草啊，有疑惑立刻就要问啊，初稿移出来之后向大众宣读啊，看大众有没有意见啊，有没有更好的词汇啊，来运文来修订啊，总使这一部这个译本做到尽善尽美，让这一切人接触到这个本子都能生欢喜心。所以译本不是一个人做的，是集体的创作
我们看到佛经都有一个翻译人的人体，那个人体是已经道场的主席啊，不一定是他翻的啊。为什么要用他的名字呢？他对这个译本负责任啊，也就是证明这个译本没有错误，这个译本可以流通，他负完全责任啊，所以他是译场的主席啊。你像在历史上记载的，罗什大师的译场400多人呐、啊，玄奘大师译场这是最大的，600多人啊，里面都是专职的。那么过去在美国，沈家珍居士，这是个有心人啊，他请了不少人把这个华文的经典译成英文啊，也花了很多钱呐、啊。啊，译出来的分量啊也相当可观。我到纽约去，他带我去参观纽约大学的图书馆，他是借用图书馆里面的几个房子房间作为佛教图书馆，所以他的佛教图书馆是附设在纽约大学。我去参观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这个这么多年来请人家翻译的这个佛经译成英文的那个稿本一大堆呀、啊，对了一大片呢、啊，他说都不能用啊。我听了的话点点头，确实是不能用、啊、为什么呢？找一些懂中文懂这个英文的人拿去翻，翻的人不懂佛法了，只翻意思啊，就像外国人这个翻的英文佛学词典啊，这是我听李炳老告诉我的啊，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学佛的学者啊，到台湾去观光旅游，听说台中有个李炳南老居士啊，是佛学的大德，到那边就向李炳老请教啊，提出一些问题，李炳老给他解答，这个人很不满意啊，摇头啊，那不满意李老师就请教他了，哎，你说说看，他说说看呢，再通过翻译，李老师也摇头也不同意啊，到最后啊搞得是很困难啊，刚好他身上带着一本书，李老师就问他啊，你带的是什么？他带的是英译的佛学字典啊。李炳老听这个灵机一动，好哦，那很难得，哎，那你查一查二足尊，我们这皈依佛二足尊，你查查二足尊怎么讲法啊。他翻出来找到了，二足尊啊是两条腿里面最尊贵的没错吗？二是两个吗？足是脚吗？尊是尊贵吗？两只脚最尊贵。二足尊，李老师听一笑，不要谈了，不谈了，你去吧。啊，这个你们外国的佛法我懂了，我知道了。你说有什么法子？啊，这个就是懂华语，懂英语，不懂佛法。完全照字面上来翻，真的是佛讲的一文解义三世佛愿呢，三世佛都喊冤枉了。开经记里面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谈何容易啊！啊，所以我当时就给沈家珍居士建议，我说你呀搞错了。翻译非常重要，应该怎么翻法呢？你想翻哪一部经，
要找对这一部经真正有修有学的大德，请他来讲。啊，参加翻译的工作人士来听讲。啊，先把它通通听清楚、听明白了。啊，随时有疑难，随时来问。啊，然后才能够下笔啊，才能够起草啊。啊，这个草本成就之后，还要不断的反复来讨论。啊，最好的时候呢，草本印出来的时候，分送给这些有研究的、有修有学的这些大德们，请他们看。啊，请他们来订正。啊，然后才能成立一个完善的本子，那个流通就没有问题了。经难翻呐，太难太难了。那华严就更难了，华严字字句句里面都很深表法的意思。你要不懂它，那就全变成二祖尊了。那像什么话？啊，所以我们知道翻译非常重要，绝不是几个人坐在自己小房间里头能够搞得出来。啊，一定要像中国过去，啊，是公开的，啊，组成译经院，啊，专门培养这些译经的人才，请高僧大德来讲经，啊，哪一个人擅长讲哪一部经论，就请他讲，啊，大家来听，大家来学习，啊，然后才能够下笔起草啊。不是草率啊，花一点钱请人家来翻一下就行了，难呐！啊，所以他们翻的这个经本，我不懂英语，啊，我很难相信，所以一律不采取。但是翻的这些人的讲记呀，大概总是没太大问题。所以我就采取沈家珍居士他们那边一篇谭虚法师的念佛论，啊，这是谭老法师的开示，我想大致上不至于什么问题了。那，啊，这不是经吗？这一篇开示是大光法师记录的，啊，记得很好，非常浅显，沈居士那边有这个英文本子，我就拿这个本子，早年印这个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分量不多，很薄，我把这个中英文的念佛论复印在无量寿经一起流通，我印了10000本。这个本子传到加拿大，我在温哥华讲经，有一个医生，加拿大的医生，他来告诉我，他说法师，你后面这个附的东西以后不要再印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英文呢，英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哎呀，我听了之后就很难过，在以后啊，凡是英文翻译东西我不敢用了。啊，我说让这些外国人自己去流通吧，啊，我们不敢用了。啊，这个就是说明译经的人才我们要培训，啊，他要真正在佛法上也要有修有学，啊，能够通达，啊，这两种的文字，才能担任这个工作啊。
如果对于佛法、对于经论不通达，不行的，文学基础再好，都不能担任这个工作。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世间再好聪明智慧的人，他没有办法懂得佛法。啊，因为佛的经典往往是意在言外。啊，一个字一句话里面含很多很多的意思。普贤菩萨的十愿，实实在在讲只有七愿。啊，这个第一，从礼敬、啊称赞、供养、忏悔、随喜、勤转法轮、请佛住世，这个十愿。后面这三种啊是回向啊，啊，后面三条都是回向，啊，常随佛学，是三种回向里面回向正觉，啊，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普界回向是回向法界，啊，所以后面这个三条都是属于回向，啊，我们应该要晓得，啊，回向菩提，啊，菩提就是正觉，啊，回向众生，回向法界，也就是回向自性，回向真如。真如自性跟法界一个意思，啊，我们在华严里面读得太多了，啊，什么是法界？一心就是法界，啊，所以法界这个界呢，它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分，一个是性，啊，所以界有两个意思，啊，分就是界限，啊，这个大家好懂，啊，比如说国与国家它有界限，啊，这个神与神有界限，县与县有界限，那个界是那个意思，啊，分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界就是性，啊，就是自性。啊，这个佛家讲的一真法界，就是自性，就是真如。啊，所以后面这三条都是属于回向，回向的意义很深很广。啊，我们下一次再跟诸位细讲，啊，那么今天讲的这个三条，啊，随喜功德一定要懂得，啊，我们自己成就自己无边真实功德了，太重要了，绝不造罪业，啊，这个是破我们无时这个嫉妒傲慢的习气，啊，秦法师讲经跟秦法师常住在这个地区，我们刚才跟诸位细细这个讨论，还是以这个高科技才能够把佛法推向全世界，真正有这个有计划，有步骤来培养弘法人才，培养翻译的人才，人数不必要多，确确实实像小型的研究所就可以了，真正肯发心，也就是要真正修行人的，《华严经》上讲的这个标准呢，大心凡夫，啊，大心
意思好啊。凡夫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不是说你没有发愿，不是说你不用功啊，你天天在佛菩萨面前发愿，你真的很努力很用功，为什么收不到效果呢？心量太小了。你的心量没有办法突破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个界限啊，你的心量小，在它里面被它包了，你突不出去啊。我们无量界的修行呢，生生世世到这一生还落得如此地步啊，这个应当要明白啊。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出在心量太小了啊！所以一定要发大心量。这个大心呢，把六道挤破啊，那挤破我们就出去了吧？哎，我比他大，他比我小，你超出去了吧？阿罗汉为什么能出得了三界？辟支佛啊，菩萨为什么能出得了三界？他的心量比六道三界大，他突破了啊！这个方法很妙啊！我们要断烦恼出三界，那个法子很笨呐、啊，很苦啊，很难修啊！佛教给我们是妙诀了，这心量越大，就把它挤破了嘛。这个方法好啊！外面还有一关，还有一关十法界。啊，所以心量还要放大。啊，再放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心量呢，能把十法界也把它挤破，就成功了。啊，所以。佛跟法身大师经上讲的没错，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十法界也在他心量里面了、啊、他这个超越了所有这些烦恼习气，不断自然没有了、啊、自然就断了。为什么呢？烦恼习气都不外乎从小心量里面变现出来的，所以心量越大了，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要破，自然就没有了。你看这个方法多巧妙啊！然后我们才真正相信了世尊为众生说法，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说法了，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呐、啊！啊，我们相信了，明白了，啊，佛这个话没错啊。佛为我们说法，就是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做佛。啊，你做菩萨，佛都摇头，不够啊。一定要你做佛，不但要你做佛，还要做你做一个究竟圆满佛啊！这个天台家的四教啊，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都不做，做圆教佛啊，这才是世尊出现在世间的真正的目的啊！世尊对于一切众生真实的教诲啊，如果我们不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不能够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不是世尊
真正的弟子啊，不是他的好学生啊。好学生呢，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决定做佛。啊，如果一华严，啊，以这个无量寿，啊，绝对没问题。我们能够信得过。啊，所以这两部经才真正是宝啊，无上的法宝。啊，希望我们同修人人要珍惜。珍惜现前这一会，啊，这一会华严开讲，我们预定了四年，啊，四年讲不完呢，大概五年没问题，啊，讲五年的时候，一定可以把这个工程呢圆满，啊，五年之后，如果我们这个场所里头能有十分之一的人做佛，哦，那就可观了啊，那就了不起了，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能做佛啊，这也是我们这一会的期望啊，发挥的因缘无比的殊胜啊。那明天呢，我答应这个香港那边同学邀请啊，他们大概也是租借一个大会堂。要找我去讲三天，啊，我明天晚上在香港讲经，啊，我17号回来，啊，17号、18号呢，我们就正式开讲华严了，啊，那么这个几天有我们同学们在此地，还是练习讲经，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参加，啊，好，谢谢，谢谢。